OBD2 故障代码技术说明发电机现场 F 终端电路高电平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种通用的诊断故障代码 DTC， 适用于许多 OBD2 车辆。1996年以后，这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来自福特、起亚、道奇、现代、吉普等的车辆。尽管是通用的，但确切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年份、品牌、型号和动力总成配置而异。存储的代码 P0626 表示，动力总成控制模块 PCM 从发电机力磁线圈电路中检测到高于预期的电压信号。F 只是简单的重申力磁线圈控制电路是否有故障。通过大多数交流发电机上的通风孔可以清楚地看到力磁线圈的绕阻。力磁线圈环绕发电机电枢，并在交流发电机壳体中保持静止。电枢在力磁线圈内旋转，该力磁线圈使用电池电压供电。每次发动机启动时，力磁线圈都会通电。每当发动机运转时， PCM 就会监视发电机力磁电路的连续性和电压水平。发电机力磁线圈是发电机运行不可或缺的部分，可保持电池电量。如果在监视发电机力磁电路时发现问题，将存储代码 P0626 并且故障指示灯 MIL 可能会点亮。根据故障的严重程度， MIL 照明可能需要多个故障周期。典型的交流发电机，此故障诊断代码的严重程度是多少？存储的代码 P0626 可能导致各种驾驶性能问题，包括无启动和或电池电量耗尽的情况。它应该被分类为严重。该代码有哪些症状？故障代码 P0626 的症状可能包括充电系统灯照明、发动机驾驶性能问题、发动机意外关闭、发动机启动延迟。其他存储的代码常见原因有哪些？产生此代码的原因可能包括发电机力磁控制电路开路或短路、保险丝烧断或熔断线烧毁、交流发电机、发电机不良、PCM 编程错误。 P0626 的某些故障排除步骤是什么？诊断代码 P0626 将需要诊断扫描仪、电池、交流发电机测试仪、数字福特、欧姆表 DWOM 和可靠的车辆信息源。请咨询您的车辆信息员，以获取技术服务公告 TSB， 该公告可复制存储的代码、车辆、年份、品牌、型号和发动机以及出现的症状。如果找到合适的 TSB， 则可能会产生有用的诊断信息。首先将扫描仪连接到车辆诊断端口，然后检索所有存储的代码和冻结帧数据。您可能希望将此信息记下来，以防万一代码证明是断断续续的。记录所有相关信息后，清除代码并试驾车辆，直到代码被重置或 PCM 进入就绪模式。如果 PCM 进入就绪模式，则代码是间歇性的，将更加难以诊断。导致 P0626 被存储的情况甚至可能需要在诊断之前恶化。如果代码被重置，请继续进行诊断。使用电池、交流发电机测试仪对电池进行负载测试，并确保已充足电。如果不是，请按照建议的电池充电并测试发电机。发电机，请遵循制造商建议的规格，以获取电池和交流发电机的最小和最大电压输出要求。如果交流发电机、发电机未充电，请继续进行诊断中的下一步。使用您的车辆信息源来获取与所讨论的代码和车辆相关的连接器正面视图、连接器引脚分布图、组件定位器、接线图和诊断流程图。使用适当的接线图和 DWOM 检查交流发电机、发电机现场控制电路上是否有电池电压。如果没有，请检查系统保险丝和继电器，并根据需要更换有故障的零件。如果在发电机力磁线圈控制端子上发现电压，则怀疑发电机、发电机有故障。力磁线圈是交流发电机的组成部分，通常不能单独更换。